天亮了，然后我现在宣布一下昨晚的死讯。昨晚倒牌的分别有六号玩家和八号玩家。你看我干嘛？看这边啊。六号玩家和八号玩家。有一烟吗？两个人都没有一烟。现在从六号玩家的左边开始发言。我们失去了两位平民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。第二页，狼人再次出动，然而他们产生了分歧。狼人请确认。在本法官的严厉督促下，他们选定了六号，一瓶药还没有用出去的女武管乐。昨天晚上该玩家死亡。当女巫管乐得知这个悲惨的消息之后，心里话全都写到了脸上。规则是女巫不能自救，但是她还有一瓶毒药。天哪，她果然选择了怎么看都像狼的嘉义。你们这群狼真的是，我为你们打抱不平，你们还在那边怼我。暴露了嘉义。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真实身份，竟然是猎人。猎人，请睁眼。你的开枪状态是这个。女巫盲毒带走猎人，惊险刺激。我先带管乐，然后票你。哎，不对，你怎么带？你带了你也是死啊！快点，我要开枪了。不行，你别说话，你个狼人，你看太假了。我们每次这样子讲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好吧？我俩票统一。统一吗？统一。不可以多说话。先出肯。快点，快点，不可以多说话。先出管乐，再出你。好。先出管乐，先出你。大管乐发言。我呢，肯定是铁猎人一匹啦，真的是。是啊。铁猎人一啥？铁猎人一匹啊，对啊，就是铁猎人一匹啊。猎人一匹啊，聊爆了你！我要 biu 你，你 biu 我。我可以自爆吗？嗯，爆了！哇哦，好好听的音效。直接进入黑夜。啊？狼自爆的话是直接进入黑夜。昨天晚上死的是我，五号玩家。然后你要想清楚，你现在是黄金一代，开错了，好人就输了。就能不能现在发言一波？我再说。好，那你们俩求生欲强的话，你们俩先发一轮言吧。来，你先。如果我是猎人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去怼别人，因为我们是自己队的。你看他一开始就开始怼我，是不是？你说你的。就我觉得他的攻击性太强了。我们自己人，就除了这几个啊，自己怼自己人。我可以票他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。五号玩家枪杀八号，狼人失败。好好，我来发言啊，就是啊，为什么选八号呢？就是啊，我因为我看到所有人都在选九号嘛，因为你对不起他，你不明白吗？对，我就是对不起八号，然后今天当了把庸医，然后把他 biu 死了，对，就。你有一瓶毒药，你要用吗？然后导致那把游戏输了，哎呀，怪我，我那把当了把庸医。没事，我原谅你。啊，真的吗？好，那么听完大家的理由。